哇，怎么都没中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是演技派的哦。你这是吃海酒啊你啊、嗯、Hello， 欢迎回到 Fly Vivian 去旅行。今天是入住桃园的月华大酒店，它是高尔夫球的附属酒店，所以这边呢空间非常的大。腹地多大？有100角。这边有42年的历史了。那今天我们是入住4人房，那也是透过社团的活动才知道这间饭店，然后住宿也相对来讲会比较便宜一点。我买不到5000块吧，4800多块。4800多可以高尔夫俱乐部住一晚。对，住一晚之后呢，它还有送 DIY， 我们等一下会去体验，然后还有送VR 的高尔夫球的体验，然后再来还有送什么呢？我也忘记了，我们等一下就去一一体验就知道啦。全部体验过就知道了，我要体验过，好不好？大家就把体验一下，不要，要，哎呦，好恶心哦！化了，不要吃了，哎呦！我们放冰箱冰一下啦，放冰箱冰一下。这间4人房就是2大双人床。今天你想跟谁睡呢？我想要跟老婆睡。你想太多了，儿子绝对不会跟婆婆睡。儿子，你要跟谁睡？你要跟爸爸睡、妈妈睡还是婆婆睡？你要跟谁睡？不理我。我觉得我们这个房间的角度还不错哎，可以看到他们新式的露营车。没有想到可以看到的露营车啊，还蛮不错的。我觉得下次可以体验看看哎。露营车好贵哦。这多少钱？这种应该都要破万的。破万？我们住4800。快死了！因为是历史比较久了，所以它有本馆跟新馆。我们这次刚好住到是本馆，所以看起来就是这么的复古。复古，其实该有的是有啊，就有基本的东西。还来，我很头痛。床头柜居然没有插座，这个有点头痛。这是一个圆形的建筑物，圆形建筑物，所以呢，房间就不是正规的正方形。厕所就是有，还是有浴缸啦，只是这个就是也是超级矮的。超级矮浴缸，也适合小孩子。我觉得毕竟40年历史了，该有的还是有。对，没有很惊艳的地方啊。打开，打开冰箱，看有什么东西。打开，会不会开？哇，有没有东西？还没好啦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巧克力，巧克力啊，棒棒哦，来亲个，啊，吓死我！我们呢，这边腹地很大，我想说可以先带他去儿童游戏室，太好了。然后呢，再带他去做 DIY 的体验。好，那我们就 Let's go， go， Let's go， 晨晨 go， 哦，哇，晨晨，宝贝贝贝 ，Let's go， 快点。Let's go！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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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看旁边就有撞球桌，可以直接玩哎，超扯的、啊，连杆子都有。是什么？好，那我去拿另外一个给你们。跟哥哥姐姐一起 DIY。等一下呢，我们要完成一个很棒的劳作是什么呢？就是要做出你专属于你自己的果岭球道。来看一下这个，就是类似像这样。来，拿出你的铅笔，画出你自己喜欢的那个图形。你要什么图形？画米老鼠的头。你要11号哦。好像这样，11号也太难了，那就 A 区喽。随便，你画什么？赶快画你的自己。陈晨，要小心。来，宝宝姐，宝宝姐，宝宝姐。但是没有关系，我自己我可以帮你。再打开，呀，再打开，耶，对，棒。这是铅碰。你要铅？你刚讲台语吗？什么？还没用啊，还没用到。好。这是什么？等一下我看。知道哎。可以踩球球的。哪一个？不要，球球的。Hello， 还没啦，还没粘住，要等一下，压住。好，完成一个 DIY， 晨晨开心吗？开心，开心哦，我们的果岭哦，可以借爸爸看吗？做完的 DIY， 一个自己的小果岭，蛮精致又可爱的、啊，度假的感觉。
全部都是小朋友，夏天就是应该这样子玩，超爽。小赛车，我们宝贝儿子信心点的小赛车。在下一位。那你先，没事。提醒一下，这个电动小赛车啊，需要在 check in 之后呢，赶快先来玩比较合适，不然人会很多哦。不可以撞到啦！你看爸爸，等等绕过来看爸爸。晨晨，不要撞到。哇，他撞到，爸爸手机掉了。宝贝，宝贝，坐摩天轮哦，宝贝，迷你摩天轮。有啊，有啊，好可爱哦！哇，这个摇晃程度蛮嗨的，我觉得。他虽然一边喝着可乐，一边两眼放空，你知道吗？超好笑的。妈妈下来了，妈妈嘟上摩天轮。下来了。来换一个，换一个。宝贝们，旋转下下好不好？要转这个才会快啊！不要，那边转那么多圈，等一下宝贝晕了怎么办？看我妈在吃，宝宝偷吃甜不辣跟雪碧了，好好吃哦，好好吃哦。晨晨要不要吃甜不辣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我要喝汽水。哦，这就谢谢了。就喜欢汽水。超高速旋转木马，开心吗？怎么了？爸爸想打喷嚏呀？这个到几点？哎，这边都随时开放的。哦，随时开放。这里真的规划不错，对小朋友都非常友善。而且它的餐车意外的好吃，餐车还可以营业到十点呢。如果你肚子饿的话，你都不怕没有东西可以吃。这就是明天可以打法式滚球的地方吧？法式滚球还有小朋友的吹杆，这是一个小小孩在玩的。对，然后那边也可以喂鱼，喂鱼，宝贝要不要喂鱼？要。喂鱼啊，喂鱼啊，好大啦！好大啦！好大啦！哇！掉到水里了吗？哇，怎么都没中啊！这一局呢，就是我们不受控的 VR 高尔夫，他很开心，快推球，无限推，再来推，快！超好笑的，这个叫做来乱的 VR 高尔夫，就没有在认真玩的，哎，他爽就好啊，对不对？球到，那在那一号选手，我知道了啦。哇，我们都打不远。晚上还有传统的露天布幕电影院，非常有怀旧的味道啦。哇，下雨哎 ！Oh my god， 外面湿哒哒的。今天应该可以打高尔夫吧？现在呢，我们要先去吃早餐了。昨天睡得还行，我十点就睡了，睡到现在早上八点，好久没有睡那么爽了。穿好，穿好。我把它穿好了。还没穿好呢。穿好了。不穿好。早上还行吗 ，Vivi？ 种类太少了。种类太少，都忍受不挑嘴就算了。刚好我们是比较不挑嘴的。结果挑嘴。咬到这挑水了，还有吐司就可以了。对啊，把它烤得脆脆的。我们原本还有法式滚球，11点，不知道11点会不会下来。我们不是体验90颗的球券吗？对啊，就是要去高尔夫啊，对不对？哇，比较高了耶。什么？有。对呀、啊，那是带回家、哦，人家送你的。你的先放球，好，换你了。哦，晨晨要打球喽！推，咦，哦，哦，你推下去。哎，没中。哎，是怎么回事？啊，换你的宝贝。我第一个。推，推出去。哦，你球还得压着的。
来，过来。哎，他被车呀、啊！谢谢。哦，有了，我这个比较像。这边碧旺新馆的迷你高尔夫，哇，很适合小朋友啊。那球是玩的、欸，对啊，小朋友球，你要往前推到那边，进了球洞。哎、欸，你一气呵成哎、欸，有有了，你把球呢倒到洞里面，它往前滚出来。然后他就是滚到前面去了。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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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这是进的耶！有音效哎，进了。那我们挑战旋转的、哦，球要往前打，绕圈之后呢，才可以到球洞那边去。绕球？太难了吧！哦，有了有了！有了有了！哇，卡住了！有了有了！烂死了！有有。啊！进洞，进洞，欢呼！你演技快的哦！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！进洞了吗？急呀、啊，他等一下他自己会下来啊！进洞！给我。我们做活动的时候呢，有免费90颗球的高尔夫可以体验。那我就跟柜台小姐说想买这一颗球，那结果嘞，她说直接送我们一颗，哎，好棒哎，送给晨晨那种小孩子。我们这次呢做的体验有高尔夫球90颗的试打，果岭的 DIY 手作体验。那这两个呢是我们这次参加的住宿方案赠送的活动，那其他呢室内的活动呢包含了还有高尔夫球体验，然后还有两个儿童游戏区，这些都是可以进去做试玩，不用另外加费用。然后户外的部分呢还有泳池、摩天轮、旋转木马跟旋转咖啡杯，还有儿童的赛车跟大人可以坐的赛车，这些都可以做。活动呢它是需要先预约或者是现场排队，那这些都有开放时间，可以参考他们的官网。那整体的体验我们觉得非常值得，很值得来试一次。那如果他们的饭店可以再翻新会更好，没错。对，但是很干净啊，舒服啦。早餐的部分呢就稍微简约了一点，但也是吃得饱，所以也没什么好挑剔的。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。